钱没法够的。你买的咖啡你还？那女儿出去开车给她买的咖啡。哦，孩子挺大了。嗯。我这大白菜长得真好。大连金州的。自个儿种的，没看谁家种长这么好大白菜。嗯、马姐一会儿来啊。马姐来走了，给我按摩来了。给我那教我做一个操，放松身心的操，完了就走了。走了，我说下午你四五点钟回来给我吃饭，不能来了。他上那边收拾园子去。我说你说就给他收拾，他说不用。他跟他大哥他俩就收拾了。完他还得上银行啥办事儿。他说晚上打电话，我觉得不能来了，搁他们要回去了。我给拿那啥玉米面包子了。说的是狗啊，那是猫啊。我一看，长真好看的猫，挺，那是贵猫啊，不是一般猫。但是人家给他的，那不是一般猫。那猫那品种不好看。洗澡就刷车，不刷车不行。那车要不就问我修修车去吧。我去开车去，我自己去。打修修吧。不修平，别伤我朋友。从那边倒到这边来，我又开始倒腾了，从那边倒到那边。那倒腾好卖那边。哪天没事了，那边再倒到这边来。干个开局，要不干几小时。哈哈哈哈哈！再给我讲讲啥都说，还老说话。人单挣多了花不出去啊，钱挣多了花不出去，得我再挣点钱的意思。哈哈哈哈大哥解说的好，解说的好。头哥说了，今天对。哈哈哈对，闲着没事倒腾木头玩儿吧。中午吃饱没？好了，今天倒到这儿，明天就从这儿倒腾过来。对，就这么倒腾，就这么折腾，活就得折腾啊。我洗澡，洗澡我试试。这都是有钱人的。白的拿一个，白咖啡拿嘛啊。咖啡喝完了，喝完了。你看那边整那个炉子，你就整几个花盆垫底下了，就这么折腾。这不赶明把你练的没事也折腾吗，大哥？但是你别上去，你要上你就把堵上，上你直接就拿铁丝网，拿铁丝把这就绑上了。问那个我给我那什么，你把我那视频发 YouTube 上。